可以买的话多囤一点哦，因为。啊，我爸后来。普烧鳗鱼，我跟你讲，他为什么不主动卖普烧鳗鱼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不知道卖完以后，下一次有办法蹲到那个价格吗？所以他就不会主动卖普烧鳗鱼。对，卖掉来掉。来啦，兵哥来搞奉献，搞没意思。那兵哥来了。哎，来。兵哥来了。兵哥在右手边，你们看到？在柱子旁边，在咪咪哥旁边。六个客人，赶快拿钱，我把里面拿。来上吧，来来来，哎呦哎呦，起，对对对，进去吧，有吗？有吗？老板，你开。这两包三百块哩，互恁大家买着，买一份、两份、三份，但你买，但是我先来讲个，这两礼拜尔，过过就无货啊。来，一百块我都，超好吃的。